我叫李泽言，我的一天从早上跳跃运动开始。哎妈，你微信来的真是时候。节目招商方案怎么样了？今天下班前一定发给我。我去，时间不够啊！啊，还是把那帮小伙伴拉下水吧。我这是交了一群假同事吧？不都是正在减肥的猪猪女孩吗？啊，还是来一份健康的蛋炒饭吧。可算完成了，终于可以好好爱护一下我日渐后移的发际线了。其实每次同学聚会总感觉人还是那些人，就是脸上的粉越来越厚。来，这一天总算忙完了。